晶晶姐，吃根香蕉可以防止便秘哦。蓝蓝，这你可就说错了。香蕉能不能防止便秘，要看你吃的是生香蕉还是熟香蕉。像这种颜色金黄根部发绿的香蕉都是生香蕉，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并不高，而且还含有大量不利于消化的鞣酸，会让大便更干更难排。如果你正好在拉肚子，那吃香蕉正合适。关注开开心心长知识。